们请第一组是我们刘彦君小朋友以及张庆伟小朋友要为我们表演的虎克船长。的虎克船长啊，你看他们的武器很厉害哦。好，请掌声鼓励一下他们的表演啊，他们是做的非常逼真啊，有海盗的威风啊。接着我们请第二组。第二组上台，第三组准备。是由刘安琪及刘安妮双胞胎姐妹为我们表演的《白雪公主与毒苹果》，他们利用布织布还有以及瓦楞纸板做装饰哦，做出两个很可爱的白雪公主跟苹果。好，谢谢他们的表演，谢谢。请第三组上台，第四组准备。第三组是由吴彦婷、黄云仙小朋友为我们表演的主题是万圣节与南瓜妆，他们利用塑胶袋、糖果罐制作了很可爱的帽子、衣服以及万圣节要装糖果的篮子哦，装饰得很漂亮。谢谢他们用心的准备，请大家掌声鼓励，谢谢他们。好，接着是我们创意魔秀低年级组最后一组，第四组请上台，舞蹈组第一组请准备。第四组是由魏佩瑜、许若晴两位小朋友，他们利用了垃圾袋、纸板以及棒子做成了很可爱的小公主。两位小公主很可爱哦，谢谢他们的表演。以上就是我们创意名模秀低年级组四组的表演，接着是我们低年级组舞蹈组的比赛，第一组请上台。第一组是由汉轩与李思璇所组队，他们要跳的舞蹈是《女孩站出来》。
谢谢第一组精彩的表演。第二组是由陈妍珍、吕佩云、郑佩慈、黄子瑜、詹心瑜，他们要为我们表演的是《大小姐的乐》。的妆还是自己画的哦。好，接着我们请第四组是由王正奇、林嘉伟、黄沈宏明、林佑伦、尤佑伦、林轩奇所组队参加的，他们要表演的曲目是《小苹果》。
好，谢谢可爱这么多的小苹果。好，接着是第五组，第五组是由张艺泉、马显威、邓少辉、黄怡萱、魏佩宇、刘奕勋所组成的第五组，他们要跳的舞蹈是江南 style。好，谢谢他们的表演，实在表演得很精彩啊、哦！他们的造型非常的酷啊、哦。接着是我们的第六组，是由沈怡如、邓紫棋、杨欣许、张怡萱、黄爱妮组队所要表演的曲目是《小苹果》。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男生的小苹果，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女生的小苹果。好，谢谢女生的小苹果的表演，谢谢他们。接着是我们的第七组，由邓爱妮、王雨柔要为我们表演的曲目是《Good Boy》。
好，谢谢他们精彩的表演，请大家掌声鼓励。接着呢，是由第八组晨曦游佩元组队，他们要表演的曲目是《僵尸舞》。由第九组徐诗涵、张玉凯、戴欣慧组队参加的，他们要表演的曲目是《小苹果》。谢谢我们这一组优雅的苹果的表演啊！接着是我们第十组，由张静伟、邱连森、简维新、田心爱、林燕彤、周沙希所组队参加的。他们要表演的舞曲是《你是我的花朵》。
好，谢谢他们的表演，他们的服装造型做得非常的好，谢谢他们，谢谢。接着要表演的是舞蹈组低年级最后一组啊，由吴彩妮、刘安妮、刘安琪、车亮轩、张雨珍他们组队参加，他们要表演的曲目是《电话皇后》。太厉害了，好，那我们低年级组的比赛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那我们看一下评审有没有要跟小朋友讲一下你们表演要注意的地方以及优点跟缺点。评审要不要讲？小品现在全国转全世界转播。好，我们评审很客气哦，觉得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好。那现在呢，我们让评审统计一下分数，我们稍作休息，等一下我们要进行的是高年级组。那现在谢谢小朋友，请低年级组的小朋友回教室，谢谢。